哎，大家好，我是 CM。 本期开始盖塔3的历代，它是水中作战的状态，合体顺序由上至下是大雄号、飞鹰号、美洲虎，主要的飞行员是八五藏。说到五藏，在 TV 版中首次驾驶时，龙马和隼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喜欢的飞机，结果五藏不得不驾驶剩下的大雄号，最后成了盖塔3的驾驶员。走题了。言归正传，它的下半身是履带式，所以它可以适应水中与陆地的各种地形，不过速度很慢。在 TV 版中，从第二话开始首次登场，虽然它主要是水中和地面作战，但偶尔也会对空。在背部和胸部都有推进器，可以实现短距离飞行，在 TV 版21话中有展示过。 OVA 版的盖塔3变化不大，唯一的区别就是手臂可以伸长。本次展示的是它的格斗技，由于它是三种形态中力量最大，所以近身时它会使用蛇腹状的手臂进行拳击攻击，也被称为盖塔扣杀。参战部分除了原主机战和 FC 的第二次以外，全程跟随，从第三次招式就开始参战了，就是直接冲过去撞一下，第四次撞的时候会闪一下，表示它撞击的强度，这个动作就一直延续，直到激战 Alpha 有了简单的动作，它甩着手向前冲，给我们展示了一下它的野球拳。到了激战 D 试坠版盖塔3，冲过去用它的伸缩拳进行了一顿直拳攻击。到了激战 AP 动作做了很大的改变，直接冲过去抓住往地上狠狠地砸了一下。到了第二次激战 Z， 直接远距离把对方抓过来然后往地上砸。好，以上作品不在我的录制范围，我的视频全程边玩边录，不做搬运，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支持一下。我们现在开始吧。
次元獣が行くなら遠慮はしねえ。お前をこいつで一本勝ちだ。